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华男主陈浩伟，前锋跟边锋，攻击手，特点就是速度快，盘带。足球是一个共事团体的运动，就是像国外一样，你们从小扎根，感受到那种团队的气氛，脚在动，他还有头啊、手啊，全身都在动。我觉得我在场上整个都很帅，嗯，整个都很帅。在中国已经迈入要第七年了，所以刚去的时候非常想家，然后现在已经比较正常，一个人会变成一个很优秀的选手，会提升自己的素质，因为他可以变成一个梦想。想要入门的话，可以怎么学？基本动作吧，就在球场上自己像带球啊、踢球，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内马尔、梅西。我预定自己能踢到35岁，我继续往足球这个方面发展。未来当教练？Maybe 一直以来球迷一直支持我们，在场上又赛场边会很大，就是他就是给我们最大的动力。